那个同学们，我们开始讲今天的课程啊。今天还是在公司啊？为什么在公司呢？啊，为什么在公司是吧？这个，呵呵，然后今天下午啊，就下午4点钟我们开了个会。最近什么会呢？啊？那算了，我别跟你们说了，这个有点敏感啊。对，反正今天下午开了个会啊，开了个会，一直开到了7点多，从4点开到了7点多不仅，然后呢，然后就晚了啊。这个会议呢，应该很多公司都会受到影响。具体呢，我就不方便在这说了啊，可能一些可能一些大的企业啊，一个大的企业啊，尤其是国企啊之类的这些企业，它可能受到的影响，会大一些啊。然后在接下来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啊，会比较忙啊。这个怎么说嘞？明天老师得通宵啊，得通宵，所以说明天的课程不一定上得了。这个回头跟助教老师说一下。明天晚上会有个通宵。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样啊，接着讲样这一块啊，讲运维这一块。其实这个样的运维呢，怎么说呢？啊，它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复杂，不是特别的复杂。那么我们看一下命令啊，看一下命令。就我们知道啊，就是说，就比如说。我看看这个，打开一下啊，哎，好，知道。8088，哎，听错了啊。
好了，是吧？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是 application。那么什么是 application？ 对吧？首先我们看什么是 application。那么 application 其实啊，就是这里啊，这里这个作业是吧？这里这个作业，这个可能大家看不到啊，看这里吧。啊，这是我们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用阿里云的 CM 在。在这个样里面啊，这里啊，等于这里啊，跳过来的是吧？跳过来的。然后这里呢，我们还没跑作业，是吧？没跑作业。然后所以说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运维大数据平台啊，跑作业啊，它这里有很多作业，对吧？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有 application ID， 那么这一行呢，就是一个 application 啊，一个 application。那么点进来啊，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尝试啊，尝试这是什么意思呢？啊，首先这是什么意思，对吧？这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同学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在样里面有两阶段的资源申请。就是这个是我们的 resource manager，RM 是吧？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 NM，node manager， 是吧 ？NM 这样是吧？这样。然后呢，当我们提交一个作业的时候，它是会首先申请一个。application model 啊，这里这个叫什么 application model 啊，这个 application model 啊，它就有一个 ID 啊，它就有一个 ID 叫什么？叫做 application， 叫这个是吧 ？application 这个 ID 啊，这就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ID 啊 ，application ID。那么它对应呢，就是我们的一个。application master 啊，他首先第一步申请一个资源，是吧？第一步申请资源，他其实是在这个 node manager 上开启了一个 application master。那么这时候呢，你在开启 application master 之前，它就会有生成这么一个 ID 啊，叫做 application ID 啊。然后呢，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这个申请资源之后，然后就是你这个程序申请资源之后，分配了一个 application master。然后呢 ，resource manager 说，哎，你在这里可以启动一个 application master， 那么这里就启动了一个 application master。那么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申请好了之后，启动好了之后呢，它还会去啊，向 resource manager 申请资源，同时它的一个状态向它一个汇报，啊，它的状态就是 application master 的状态向 resource manager 汇报。然后当你这个application master 启动好了之后，他其实实际上不干活啊，他需要向 resource manager， 然后申请资源，就说我要跑两个任务，是吧？首先这有一个任务，这有个任务，这都是 container 啊 ，container。所以说呢，他向 resource manager 说我要跑两个任务 ，resource manager 呢，他就会在其他记忆上，是吧？申请第一个任务。啊，告诉 node manager 说，哎，你在这里面起一个任务，然后呢，然后这个，然后这个，这个 node manager， 这个 node manager 什么，向这个上面起一个任务，起任务之后，然后呢，他向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汇报，啊，就是他分了两阶段的一个资源申请，第一个呢是这是我们对吧？就我们，他向 resource manager 去提交作业。那么第一步呢，他会申请第一个 container 运行 application master。然后运行 application master 之前，他会分配一个 ID， 啊，分配 ID。然后呢 ，application master 呢再向 resource manager 请求资源，说，哎，我要跑任务了。那么 resource manager 呢会告诉 node manager 说，哎，你们启动这个的任务。然后他们启动了两个 container， 跑的就是。我们
提交了作业的这个任务。然后呢，这两个任务起来之后呢，它会向 Application Master 报告它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任务呢，可能会有很多啊，你可能是有一万个任务啊，都向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进行汇报啊。这些任务呢，它并不向 Resource Manager 汇报，它向 Application Master 汇报，只有 Application Master 向 Resource Manager 进行汇报啊，进行汇报。进行汇报，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啊，在这里看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application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master right。那我们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尝试是吧？这叫一个运行尝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发现，哎，你这个机器 down 了，有几种情况，一是机器 down 了，是吧？那么 resource manager 呢，他会在其他的一个体系上带领你起一个 resource master，它有个容错，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 application master 他自己报错了。啊，自己报错了，退出了。啊，自己报错了。那么，Resource Manager 呢，也会在一台机器上给你启动一个，啊，给你启动一个。所以说呢，这里呢，它是叫做运行的一个尝试啊，就是说，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Master 由于某些原因或者失败了，或者说机器宕机了，它会在其他的上面再给你启动，啊，启动。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多个。也就是说呢，你的 application master 一直在报错。那么尝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尝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发现，比如说你尝试了2次，发现还是失败，那么他就不用再尝试了啊，他就有一定的尝试次数。所以说，这叫 application，这个叫 application，啊，这也叫 application。那么 application 呢，它有一个 application 是 ID 啊。然后我看看能不能给大家看一眼啊。看能不能给大家看一眼啊。等一下我们运行中的啊，比如说，这个啊，比如这个啊，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个 application 是吧？90689068049，我们点进来，点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在 Ops 八上运行的，对吧？Ops 八上运行，啊，吧？UPS。JPS 杠 MRV，看一下啊，有没有这个 JPS ID？在是吧？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有，样 job client，然后 ID 啊，这是0409对吧？看一下啊，90689049，然后这里有一个90689049，这里还有一个是吧？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对吧？还有一个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是 application master。这个是 application master，然后当你启动这个之后啊，你看这里是吧，young job，这就是 Flink 的这个 job 的 class 啊，你可以认为这个就是 application master，application master 是吧？那么这个嘞，这个呢什么 executor young task executor runner 就是干活的人对吧？他就是干活的人啊，干活的人，你看这里，这是。2764兆，2764兆，2764兆，2466，这两个一模一样，是吧？
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说呢，他去干活的人呢，去 executor 啊，工作者呢，他的配置都是一模一样啊，可以看到，对吧？然后他的 container 呢是00啊001是吧？这还有003，还有一个003，是吧？那我可以看一眼啊，可以看这里是吧？这里有三个 container 啊，其中一个 container 是这个。application master 它占了一个 container 对吧，占了 container， 然后呢还有两个 container， 一个是一个 container， 两个 container 是它的执行者 executor 啊 executor 对吧。那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呢，这两个 container 呢会运行在不同的机器上啊，然后这里呢提交的时候会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啊，一般来说它是不会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不过我们这个呢是个不是是一个你可以认为是一个集群治理平台啊，这个无所谓啊，它挂了就挂了啊，重启了就好了，是吧？重启就好了。然后我们先来看这里啊， Flink 的话，这个 Task Manager 啊，可以看这个 Task Manager。这都是在 Office8 上对吧， Office8 上可以看到这有个002003对吧，那么你从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它是这个002003啊，002003对吧。这里这 container 都比较小，我们看看这个啊，看看这个是什么。好，我们看这个啊，看这个，这个呢，点进来之后呢，它 Office4 上 ，Office4 对吧？然后它的配件上就是它，对吧？你看这里 young job cluster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ontainer 啊 ，application master 对吧？然后呢，这里我们点进来啊，点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task manager 啊， task manager 就实际上干活的任务的管理者，你看它是一个在 Office5 啊 Office8 上是吧，它的这个ID 啊 container ID 是这个 container ID 是这个，那它是首先是这个 application ID， 下面它在 Office8 这台机器上运行的 container 啊， Office 这个5这台机器运行的 container， 然后 job manager 呢是吧，账户 manager， 那这是 Flink 的程序啊。这个账户 manager 其实就是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在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里面运行的啊，运行的。那么再看看 S8 啊，这里。你不是执行在 Office8 Office5 上吗对吧，有点卡。我是八上啊，看看2899没错呀，2899
诶，哦，我知道了。嗯，在这里是吧？这里，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进程啊，Task Manager 是吧？Task Manager，然后01这个是进程，看一下进程啊，这个是这个进程是啊，这个进程不是，这是9096这个进程也不是这里。189.我看一眼啊，JDK 啊，container 哦，可以看一眼啊。那么首先这个东西是啥啊？这个东西可以看一下啊，这个 m sort ops date 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默认执行肯定的一个脚本，对吧？这是个脚本。那么这个脚本里面是啥呀？我看一眼啊，看一下这个脚本是啥啊？带着大家探索一下啊，这个脚本是在这儿。就是说，当你用了 CDH 之后啊，你会发现底层的东西你可能看不到。再来，你看一看。好，这个12脚本是干啥的？它首先是 echo rc par pid，我看一下啊，这一个 session 它执行这个脚本，这个脚本执行，如果是执行成功了之后，它会写到这个里面来。我看这个里面是啥？同学们可能会有点疑问，但是没关系啊，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没有这个文件格，我看这个脚本。好，这个脚本里面。这个，这里是吧？你看这个脚本它是干啥啊？这里是吧？Launch container 启动对吧？好，再来看，这个来了是吧？然后看看啊，这个脚本里面 Launch。然后这是一些环境变量，咱不看啊，反正就是拼了各种环境变量，然后创建了各种目录，插件目录、滤波目录，对吧？然后最后执行到 home，然后 task manager 是吧？然后这里是吧？你看这里，看这里是吧？它启动，它想干什么？它其实启动了一个。让 task manager 就是它启动了一个 task 任务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八嘛是吧？它启动的也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有个脚本在试图启动它在试图启动它，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试图启动它就也就是说呢，这个脚本这个脚本。我给大家给整一下，再整一下吧这可能得花点时间啊。好，首先这个脚本这个进程，老师在试图让你理解什么是 application ID，什么是 application
这个是 grapher 的进程，就是我们这个进程，这个是没有用的。好，保存一下。好，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其中的一个脚本啊，其中一个脚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副进程是9064，是吧？9064是谁啊？看一下9064是谁啊？GPS 9064这是吧？9064是 Node Manager 对吧？是不是 Node Manager 啊？9064是 Node Manager 啊。这个 Node Manager 呢？这个 Node Manager 它启动那个，这个脚本啊，这个脚本是由 Node Manager 启动，因为它这个是副进程啊，这个是当前进程号，这个是副进程，就是副进程为9064的这个进程，它调用了这个脚本，是吧？调用这个脚本。然后呢，这个脚本呢，它是干什么呀？它这个脚本呢，它其实是要启动一个 container。来，接着走一下啊，把这讲一讲啊。啊，然后呢，它调用这个脚本，是吧？它又调用了这个脚本，那并且呢，把这个脚本里的东西放到了啊，这下面就不看了，无所谓啊，反正它调用这个脚本，对吧？调用这个脚本，用 Node Manager 调用了它，对吧？它调用了。就 Node Manager 啊 ，Node Manager 收到一个指令啊，什么指令呢？就这里，这个指令就说呢，啊，就这里是吧？当我 Application Master 收到，就这里啊，比如说我去申请资源的时候，然后呢，啊，我去申请资源的时候，然后呢，这个 Resource Manager 会告诉 Node Manager， 你要启动一个 Container， 你要启动一个 Container。那么这个 Node Manager 它就啊，它就调用了这个脚本， Node Manager 调用它。那么这个脚本呢，它又调用了这个脚本啊，这个脚本对吧？这个脚本。那么这个脚本呢，这个脚本呢，它其实是调用了这个脚本，调用这个脚本，啊，没问题，对吧？调用了这个脚本，调用了这个脚本，对吧？那么这个脚本又是干啥？懂你 ，OK， 这个脚本呢，它调用了这个 Java， 启动了。啊，启动了这个，对吧？那么启动了这个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Task Manager， 对吧 ？Task 啊，你看这里是 Task Manager， 对吧？所以说它就启动了啊，启动了这个 Task Manager， 它的 Container 你看006970，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有没有这里是吧？00697啊 ，contender 就它啊 ，contender 就它。所以说这时候呢，它就启动了啊这个东西。然后它启动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程号啊，你看这个进程号是吧？又是你看这个进程，当前这个进程是由 Node Manager 启动的，这个进程呢降到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又降到这个脚本，这个脚本呢又降到它，就是说呢，这个它的进程啊，这个 Task Man 这个它的进程呢就是它，啊这个进程呢，它又启动了一个它，啊它又启动了一个它。然后它启动了这个 young task 的 render， 它其实就是调用你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啊，用这个脚本来调用你这个的时候，你这个 Java task manager 启动的进程啊，先进行它。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是吧？这里是应该还有一层啊，还有一层。我也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啊，00670，我看它这个是，哦，这里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啊不是啊，然后呢，这里呢才真正的是这个 JVM 启动起来，就是说我们看一下真正的23779，好，你看这里23779啊，23779，它才是真正的。Young task execute runner 啊，也就是最后一个。我没点错啊，就也就这个23719才是真正的这个 Java 的进程。那么23760，你看它并没有，是吧？也就是说呢，它调用了这么多，它又调用它，又调用它，又调用它，最后呢，它就是想把它给起来。23719这个呢，才是真正的 Java 进程。是吧，我们 GPS 就是显示 Java 的一个进程 23719、它才真正启动它。所以说这里呢啊，当你这个我提交作业的时候 Application Master 说Resource Manager 说我要这个人跟 Resource Manager 我要启动一个 Application Master 呢，他就会首先Resource Manager 告诉 Node Manager 说你要启动一个 Container 啊，启动一个 Container， 然后把它运行起来，然后呢 Application Master 再向 Resource Manager 申请资源，那 Resource Manager 呢再告诉 Node Manager 说你要在这台机你要启动一个 Task Manager， 刚才我们看的就是这个 Task Manager 的一个启动过程啊，就是这个 Task Manager 的启动。那么这个的启动过程呢，其实就是它的 application master， 就是 job manager， 对吧？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今天可能有点讲不完，但没有关系。那么这个在这里稍微讲一讲，到底你要明白什么是 application master， 到底是怎么启动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因为大家在操作 CPH 的时候，其实你接触不到啊，你知道。正在运行的程序是多少，因为现在没有运行程序，对吧？还有容器是什么，然后你只是看这些指标，没有看到里面的东西，其实你是很尴尬的，对吧？所以说在这里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2899是吧？2899是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2899。2899我们可以看一下 application master 的第一次尝试，它是在
24上执行的，所以说我们到24上来看一下。是吧 ？PS 杠 EF， 我们把这个把这个 copy 过来了。然后，其实以前我们排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从 CM 上面实在是找不到是怎么排账，你就要深入到这个里面来看，对吧？深入到这个里面来。好，我再看一下啊，我们再 clone 一个。好，然后这里是吧？这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monster， 对吧？就不是 Tossing 买的，是 Application Monster， 可以看到啊，这里，这里呢，这个脚本呢，看一看，看一下这个脚本它执行了个啥，对吧？我们可以看到啊，首先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 Graph， 这个就不算了，这个13561肯定是 Node Manager， 对吧 ？GPS， 看13561肯定是 Node Manager， 这个 Node Manager 呢，它调用了一个脚本，是这个脚本，啊，调用了这个脚本。好，来我们看一下，差不多几来着？差不多四个吧，差不多来。好，走你啊，走是吧？这个脚本呢，它又调用了这个脚本。调用了这个脚本，走你。啊，这个脚本呢，他又干了个啥？他又调上这个脚本，调上这个脚本。至于他为什么调那么多，咱先不管啊，在源码里面是可以看出来的，是吧？然后这个脚本呢，它就封装了各种环境变量，对吧？各种环境变量，然后先不管啊，反正就是给你准备好各种东西之后，它。干啥是吧？又起这个事儿，调了 Java 的一个进程，那是 Java Manager， 对吧 ？Java Manager 它的类，它的类是啥？它的类是啥？在哪？类在哪？哦，是这个是吧 ？Yum Java Class Endpoint 它，是吧？然后呢，它就调用这个进程，又用这个Bash 启动了一个它，啊，然后所以说呢，这里最终呢，它有一个 Java 的一个进程，是39116，啊，39116是 Yum Java Class Endpoint， 啊，是吧？所以说呢，你看 Node Manager 它其实是调用了一系列的脚本来启动了我们的 Application Master 和 Task Manager， 啊，所以说呢，像这种 Java Manager。啊，照着 manager， 啊，你看这里 application ID， 它其实有高可用，看这里是高可用集群 ID， 啊，也就是说，当我点击这里的时候，啊，我先把这个关了啊。我们刚才看的是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对吧？这个 application ID， 当我点击这里的时候，啊，就是说呢，这里你看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它是运行在24上，对吧？当我在点击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的时候，它会跳到这个 Java manager 里面来，跳到这个里面来。当我点 Java manager 的时候，它这里有个高可用的一个集群 ID 啊，就是它，它们相关联起来了，关联起来了。然后它的一个临时的一个目录是它，啊，临时的一个目录，这里我们就不细看了啊，不细看了。然后呢，启动它之后呢，它再向样去申请资源，再启动 Task Manager， 流程就一样了啊，流程就一样了。我回过来再说一下啊，回过来再说一下。
就是说，当我这个人提交作业的时候，然后提交给 Resource Manager 的时候，首先呢，第一步呢，他会让 Node Manager 其中一个 Application Master， Node Manager 呢会调用一系列的脚本，把它起来，它起来之后呢，再向 Node Resource Manager 申请资源 ，Resource Manager 呢会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给您启动一个 Task， 然后怎么启动呢？是 Resource Manager 告诉 Node Manager 你要调用一系列的脚本把它给起然后呢，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在申请的时候会申请多个 Task 的，所以说 Resource Manager 呢会在不同的 Node Manager 上启动多个任务。那么启动这个任务的时候呢，是 Resource Manager 告诉 Node Manager 你调用一系列的脚本把它给启动起来。那么这一个 Application 就 OK 了就串起来了串起来了。所以说呢，这些任务是向 Application Master 汇报 ，Application Master 呢会向 Resource Manager 进行一个汇报，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的样里面只看到了 Application Master， 它只看到了这个 Application Master， 这其实 Application Master。那么至于里面的东西它是看不到的，你只有点进来之后，这它才能看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好点错啊，因为只有我们的 application master 向 resource manager 汇报，像这些 task 它只是向 application master 汇所以说呢，所以说从底层来看，你就能看出这个现象，看到这个现象。那么你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再回来看我们的命令，什么是 application 列举 application 杀死 application 看这个 application 的状态是吧？你知道 application 之后就可以了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是一样 application.html.list 是吧？这就是我们的 application。你看这里是49340568。反正就在这里，它会列出来，列出来。然后你可以列一些状态的，运行状态的，对吧？还可以以 list 的一些使用，输入逗号、方括弧是列举所有的还是新的，还是正在运行的，你都能看出来。那么这些状态呢，它其实是在这里运行一个状态这里是运行中的，对吧？这里还有新的提交的、接受的、运行中的这里都会显示出来。所以你就通过这个命令也能看，对吧？有时候你在排账的时候呢，可能会敲一些这个命令然后尝试，对吧？这个就不说了。这个我们这个尝试嘛，刚才老师讲，这里，当你点击它进来的时候，会有这个尝试，你的意思是运行的一个尝试，对吧？那么你去总去看它 list， 就可以了。这些我们就不多讲class， 让 classes 打印需得到 Java 所需要的 Java 的一个路径，对吧？就是有时候你排量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是吧？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样，它引用的一些路径炸的一些路径，是吧？那么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嘞？有什么用是吧？这个命令还有这个什么 Hadoop class 像这样是吧？还有 Hadoop 还有一样是吧？这有什么用呢？其实是在这里其实是这里，比如说我们打 flink。打 flink 或者打 spark 的时候都可以，不过现在 flink 比较火，老师又打到了 flink。那么在 flink 里面就有个文档这有个文档，这个文档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开发还有部署部署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这里有个样的部署，在这里是吧？有个样的部署。
当你部署样的时候，然后呢，你要做什么东西呢？哦，不是，是这里啊。嗯，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这里，啊，应该不是。这是集群部署，对吧？哦，是这里是吧？是，那也不是。就看看这吧。哦，这是，看一下啊。啊，这里对吧？你看，就是 Hadoop 集成的时候啊，提供 Hadoop 的一个 class 集成的时候，如果说啊，如果说呢，这里你要运行在某个 Hadoop 上面啊，就是你要部署一个 Flink 客户端的时候，一般来说，你 Flink 能怎么找到它的 Hadoop 呢？或者说你怎么匹配 Hadoop 的版本呢？你就要使用这个 Hadoop class， 对吧？那么这时候呢，你要运行这个 Hadoop class， 它就能找到你的一个路径啊，你就是把这个设置上就可以了。其实说一般来说，你看我们下载 Link 的时候，对，这里下载。好，你看这里，对吧？你下载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是一边一的啊，它跟 2.4.1 编译跟 2.8.3 编译啊。如果说你的集群版本呢是 2.8.3 啊，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但是呢，如果说你看这里它没有那个一边一的版本，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安装一个 Flink 包，直接设置这个环境变量啊就可以了啊。我这里不多说了啊。然后 Class Path 是这个是吧？然后呢 ，container 啊，你可以看它的 container 啊 ，list 的一个 container 啊，让 container， 然后呢，你指定它的一个尝试 ID 啊，所以说这里呢，它就不是 application ID 啊，这个尝试的一个 ID。那么这个 container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对，刚才不小心给它关了啊。这个 IP 呢老是变，老师，我讲课的效率都变低了。那这个 container 就是这里啊，代替这个容器啊，失败的容器是多少啊？正在运行的容器是多少？
这就可能你其实也可以通过命运去看，只不过说呢，你排障的时候可能打一些这个命运，但是呢，如果说我不告诉你这些命运，你只是对于 CM 去用，在排障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些不太顺手，还要看日志，还要看日志，比如说来看一下。对的啊，回复进来，打个 ID。运行中的 ID，我不知道有没有开聚合啊？哦，对，你可以看到这个 application 的 ID 啊，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到啊。好，看这个 application ID 的一个日志，看日志。啊，这里是一个参数，我们就不多讲，就兴趣同学呢可以去练一下。还有 node 啊 node 打印节点，打印所有的节点，不管什么状态，还有列出所有 running 的这个节点啊，这个节点呢其实就是这个节点，我们样里面它有个 nodes 这些节点，它其实就这个节点，这些啊也是样 CM 里面的这些那三个中的 node。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样，啊，是吧？好，队列啊，队列啊，队列的话，其实就是看我们这个。来看这个队列啊，对对对。反映队列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 rm admin 呢，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运行 resource manager 的一个客户端啊，它能干什么呢？它就是说重载啊队列 ACL 啊，然后 resource manager 这里呢，这个啥意思呢？就是说这里呢，在这个样里面，你创建一个队列之后，就比如说是点资源池，是吧？这个应该上个老师是不是给你们讲过？点一个资源池啊，配置，创建资源池啊，比如说 test，然后给它十个核，10000个核吧，然后一键运行，创建。创建之后呢，看这个，是吧？刷新动态资源池，刷新动态资源池，啊，刷新。啊，这个刷新，这个刷新之后呢，它其实调用的就这里，它其实调用的就这个名字啊，刷新地点重载 ACL。刷新啊，刷新这一些队列相关的东西，就是让你的队列呢生效啊。其实，在 CM 你如果用 CM 的话，它就这么给你做了啊，就这么给你做了。就当你在添加一个队列的时候，如果你想用命令行，你想用命令行的话，其实它调用的就是这些命令，就这些命令，这个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有 CDH 的时候，这个就不常用了啊，不常用了。那大家知道啊，如果说你是，你们公司呢是开源水平板啊，你就可以用这个。还有启动停止这个好说是吧？如果说你是开源水平板的话，就这样执行啊，也可以单独这样执行的用启动停止啊，也可以单独启动某个呢用 manager。那么 CM 里面呢，它就是在这里，对吧？停止启动，滚动重启，这里，在这里做。然后还有扩缩容，扩缩容呢，其实仿照 HDFS 扩缩容，
OK 了，是吧？它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首先呢，我可以添加 host， 添加 host 是添加到了 Cloud Manager 里面。添加 Cloud Manager 之后呢，你可以到这个集群里面来，到这个集群里面来，这个主机。那么在这个主机里面，你可以添加一个 host， 啊，这里添加 host， 可以添加到这个集群里面。添加到集群里面来之后，你就可以啊到这个样的里面啊添加一个点击实例，点击实例之后呢，添加角色实例啊，然后你选择一些主机，你就可以这里啊就可以了。这个还相对比较简单啊。那么还有一个资源队列啊，容量调度，还有公平调度啊，公平调度，我们来过一下啊。一般来说，我们的产线环境呢是用的是公平调度设置，是吧？我们来看容量调度。容量调度呢，它是一个调度器呢，它是其实是一个可插拔的，允许多入户的一个档，是吧？那么你看这里，我们这个资源池里面，我们可以有多个队列。有多个队列啊，你不同用户或者不同组或者不同项目会用不同的这个队列啊，有不同的这个队列。那么像我们这个是吧，你看我们这个集群这里的一个集群，它有实时的队列，有离线计算的队列，因为是个集群治理的一个集群，它不是真正生产上的集群。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可以随便定，反正是很少人用，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人用的时候，一般来说这里会定很多队列。我们现在这个集群的文件数将近4000万，一共有6900万，将近7000万的这项，然后占用了40个 T 的，一共是169个 T。那么我可以看这里啊，看这个图。那么容量调度呢，以队列为单位划分资源，简单通顺来说呢，就是一个一个队列有独立的这个资源，比如说你这个 root 队列，那么 root 队列就是我们的集群队列啊，它有三个子队列啊，这个占30%资源，这个占40%，这个占30%。那么对子队列还有自己的子队列啊，还有自己的子队列，那么提交 application， APP1 就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对吧？那么想到 application 就能想到我们的 application master， 对吧？是什么，对吧？然后它是在这里去运行。所以说呢，你划分子队列的时候呢，就这样。那么调度器的一些设置呢，要配置 resource manager 啊，使用这个或在样的这个样 set 里面，你可以设置这些数，比如说你的样 resource manager scheduler class， 你可以只用它，你用的就是容量调度。那么你也可以在 CM 里进行一个配置，叫 scheduler， 对吧？对吧？配置。好，你可以看到这个，你看这个，我安装了这个样之后，我还没有开始设置参数呢啊，它默认就是公平队列啊，默认是公平队列，是吧？所以说呢，在我们新搭建集群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公平队列啊，我们的产业环境就是用的公平队列啊，你可以在这里选它之后，可能要重启就可以了。那么在二次跨区收集版呢，你要设置这个参数，在样里面设置这个参数。那么队列参数呢，就是说队列最小的资源占比，还有资源的一个上限，就是说你最小能占多少，还有你这个最大能用多少啊等等，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参数。
然后这些这个容量调度是如何的，我们来看看公平调度。公平调度，那么公平调度呢，它其实是也是可插瓦式的啊，队列的一个配置啊，队列的一个配置呢差不多啊。它其实拉波奇开源设计版呢，你可以在样里面去做一个配置，啊、也是它啊。那就是在样里面有个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个描述，然后它有一系列的一个参数啊，可以看一下。看一下核心的参数，就这里是吧？队列有权获取的最小资源，就是你最小获取的最大好，就是你这个队列之中啊，你这个队列之中应用程序的数量啊，就是并发的啊，同时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数量有多少？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你在选择这个公平调度是吧，然后这里呢个动态资源池，好，我们就直接讲动态资源池，然后这个资源池是吧，然后这里点一个配置，点一个配置之后呢，你可以串一个资源池，串一个资源池呢，你看 root 啊， root 是整个集群资源，你这里呢比如说 test 一，然后它是不是副池啊？它是副池的话，你还可以创建子池，它允许创建子池啊。然后呢，这里呢资源的一个限制啊，资源的一个限制，你看这有最小资源，最小的是吧？虚拟有多少核，就是内存，对吧？还有最大资源，最大资源这里变成百分比的啊，是吧？一般来说，我们直接用这个绝对值，就算你最小是多少核多少内存啊，你最大是多少核多少内存啊，一般来说呢，我们在产线环境用绝对值，而不是说用百分比啊，有时候呢你就用绝对值更加直观，比如说因为你用百分值的时候，你还得换算你集群多少资源，对吧？一般来说我们在产线环境是用绝对值，你这个你这个队列啊，给你1000核对吧，给你1TB内存啊，明确给你了，你就去运行就可以了，对吧？还有程序正在运行应用程序的最大数量，就同时啊用多跑多少个作业啊，一般来说产线环境你要配置多一个，像我们最大的可能有几百个上千个同时，所以说呢这里要配置大一点啊。那么这个呢，限制可用于运行 application monitor 的资源池的公平份额的比例，如果设置为 1.0， 页池中的 application master 最多可使用 100% 的内存去所有公平份额，如果设置为数据的禁用啊，这里有份额的监控啊，默认是 0.5 啊，一般设大一点这里就可以了啊。策略的话，一般我们选择建议强占啊，是不是启用抢占？什么是抢占呢？啊，什么是抢占呢？就是说，当你这个集群的一个资源啊，比如说这里是吧，我们有多个队列啊，我们有多个队列啊，这是一个队列啊，然后这是一个队列，然后呢，这个假如说这个队列是最小是10个核，然后呢最大是50个核啊，这个呢最小是20个核。最大呢是80个核，然后呢有一开始呢这个队列是空的啊，这个队列是空的啊，后来呢在这个队列里面提交了很多作业啊，这里提了很多作业，发现呢它的20%用完了，20个核用完了之后呢，它用到了50个核啊，50个核，那么给它配的是20个核，最小是20核，最大是80核，它用了50个核，其实呢它会从这里面占用30个核，占用30个核。后来呢当你这个队列跑过来了之后呢，发现呢它这个队列的最小它不够了啊，不够了，要保证最小的一个核数，对吧，它就会抢占，开始抢占。
就是告诉销售卖者我不够用了，销售卖者就说，哎，发现你这超用超了啊，你就要杀死，供给他去用。这个强调。一般来说，开不开启这个抢占是根据你的业务场景来的啊。业务场景，比如说你是实时堆列，对吧？你这个实时堆列啊，你就要启用这个抢占，就其他的堆列你就不要开启。啊，一般来说，这个抢占我们应该是关的啊，应该就是关的。啊，此功能仅在启动的时候，什么 ACL 的话，就是防控者这个，反正就是说，大家在这里配置的时候，一般来说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创建它啊，然后设这个队列名是吧？对吧？然后呢，资源限制，这个是否就位值，最小、最大、多小、多少？然后呢，就想测试它。开始抢占以后不要开启访问控制的话，就是你看你要不要开启访问控制，就是哪些用户有这个地址的一个权限，只有这个 ACL 为 true 的时候才能，对吧？那么我的 ACL 看一看，这里是吧？启用这个 ACL 管理的 ACL 工程队列对吧？然后我看一下原始列。管理的 ACR 未设置为星啊，我们的管理 ACR 呢已经是星了。那、管理的 ACR 是星了啊，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设置为用户，哪些用户可以去。这个用户呢，如果不开启 Kerberos 的情况下，这里这个用户就是系统，这个系统。好，那么队列的一个设置 ，Web 的一些监控，啊，这里是吧 ？Web 的一些监控，然后我们看一下 Web 的监控。队列，你看这是不是太子队列？刚才我们设置的，对吧？两个核，六个核，是吧？一进内存，三进内存。那活跃节点，好，这里啊，这里的原则，这里是一个资源队列的一个原则。然后这是根队列呢，比如说你是 MR Spark 队列的时候开启抢占啊，开启抢占。然后呢，这里呢一般就是离线计算啊，如果是流式计算就关闭抢占啊。一般来说呢，我们目前线上应该是没有开启。
那么一般流失就像资源的，它你不能杀死它，就是你资源够了之后也不能杀死，因为它是长时间运行的。如果你杀死它之后，然后你的流失就像资源就有问题啊。如果说你是离线进行作业啊，你可以把这个队列里的杀死啊，然后它就会在另外一个组里。但这个流失就像感觉，如果把它杀死之后呢，会影响这个业务。你可以按部门是吧？按团队啊，咱们这里按部门，好，我们看一下资源队列的一个条文案例。在这个集群上，队列分别为生产非生产型啊。然后呢，在凌晨的0点到9点，非生产型的队列占用资源比较多，导致集群压力过大，影响了当日早上9点的这个数据的这种下发。生产侧呢提出了队列优化资源的方案，像这里，像这里，这里呢其实它是给非生产队列的资源，它不是占用比较多嘛，给它调低就可以了，调低就可以，很简单，因为这里你如果只看这里的话应该看不懂，只要把非生产队列的资源调低就可以了，备份当前队列的一个文件，容量调度是吧？你开始也是用容量调度，后来呢，我们呢其实都换成了这种公平调度，这里是吧？配置最大的，还有这个绝对的这个容量是多少？保存更改，对啊，就是说你大的都调，你觉得非生产队列你可以调小一点。还挺少的，我们刷新啊，刷新动态资源，那这里变成了，因为容量调度是5，然后无CM 修改队，然后呢，这里呢，其实就是说，固网集群这个队里的资源是它，然后原这个改为它，这是我们优化一个方案啊，其实在。调整这个容量调度的时候，然后其实你是在这个可以配置的可以配置在这个配置文件里这个地点的一个容量是多少你可以都可以配置。这个我同学们应该一看就会一看就会。修改用户样的资源队列的一个分配数与管理员用户登录这个样，然后嘞，把出现就是在您用留的备份我看他这是干啥？改这个值是吧？改这个值修改所需修改的值，一般限制用户队列，建议修改分配倍数与他这个是个啥东西嘞？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滴滴这个用户。在这个不是打车的那个滴滴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团队，配置为3，那么即它可以使用超出它分配3%的一个资源，就是说你调整为三如果说你分配的它是1200盒，那么它在不够用的情况下，最多呢它可以超过3倍，可以使用3倍它的这个配置，然后容易修改。容量多少？你的这个用户 limit factor 这个叫什么弹性因子？我们叫它弹性因子就是说你分配了它1000盒，如果说你是三的话，它可以用3倍的资源，可以用到3000盒。这里刷新电量值就很简单。其实总体来说，样呢并不复杂。这样的运维并不复杂，复杂的有时候是排障复杂的是后面的一个排障可能会复杂然后其实呢，但是有些呢，它有时候它内部的一些运行机制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不太好理解然后呢，老师带领你看它的启动脚本，是吧？资源2阶段的一个分配，首先分配 Vacation Master 再分配 Task，然后呢 Manager 是怎么调用脚本来启动这些东西，看一下。好，那等会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讲一下排障。
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然后今天应该差不多能玩啊。然后排障，其实在样里面啊，样里面我认为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复杂，不是特别复杂。啊，在大规模集群里面呢，就是说它排障可能会比较多一点。还有就是一些顽固问题，什么问题嘞？什么问题嘞？啊，就这里是吧？集群整体资源负载过高是吧？然后呢，作业耗时长，然后冗余计算，啊，然后作业
对影响范围不清晰，其实就是耗时长、耗资源大最倾斜，这个还有整体的一个负载比较高啊，整体负载比较高啊，这些问题呢会比较麻烦。然后资源问题是吧？资源问题现象，目前这个集群出现大量的任务积压啊，运行缓慢，白夜市集群的资源分配出来问题。那么这个集群呢，一共有560多个啊，那个 manager 之前是5多个用户，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800多台啊，800多个。那么总共的微客啊，微客呢是这么多啊，内存呢是171个 T。资源比较丰富，理论上应该足够任务的一个执行，是吧？就是任务出现积压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集群整体的资源使用率高啊，少量剩余啊。如下图所示，集群总体的资源使用已经非常高，但仍有少量的一个剩余。其中呢，CPU 啊，总共是这么多，使用了这么多啊，应该还有差不多1000个吧，是吧？然后还有1000个核啊。然后呢，内存171个 T 用了153个 T，其实还有差不多20个 T 啊，比集群 CPU 使用5%以上，但是仍有少量的一个剩余，少量的剩余，放大一点吧，好。然后队列最小资源没有得到一个满，可以看到。然后从上图上可以看，目前配的队列的最小资源都是比较大，然后即使集群资源使用非常高，仍然没有满足最小资源的一个需求啊。队列呢，最小资源是集群有资源的情况下必须要满足的资源，并且集群中绝大部分队列都没有达到最小资源啊。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最小资源，啊，这个条条的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最小资源，啊，它根本就没这个。什么叫最小资源？其实也不能就是说配置的资源啊，你看这里是吧？这个灰色的，这个灰叶啊，这个灰叶是，稍等，我看一下这个图有点，啊，这个啊，这个框，你看这个框吧，一个矩形，这个框，灰色的是最大的，然后呢？啊，这有一个边框的这个，啊，它这些都没有达到这个最小资源。看这里也没有到，这是边框嘛，都没有达到这个最小资源，这里都没有达到，是吧？从上图中可以看呢，大部分资源呢都没有达到最小的这个资源队列呢都没有达到最小的资源。那么如下图所示，集群中出现大量的任务，如下的一个情况啊，reduce 已经启动。然后在等待 map 阶段完成，然后向前执行。但是 map 阶段还有部分任务没有完成，这部分任务呢也拿不到资源。啊，running 中的 map 为零，从而出现了死锁的一个情况，即 reduce 占用了资源，但是等待 map 拿不到资源，无法执行。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任务比较大。对吧？比较大，然后呢，它的 map 数呢有12009个，然后呢，reduce 呢还有1500个，1500个。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这个还剩下将近2000个 map 任务的时候，然后 reduce 就已经启动了，并且它占用了579个核。啊，占用了579个核啊，就 container 啊，一般来说一个 task 就是一个核啊，579个核啊。然后呢，没有运行中啊？为什么没有运行中呢？因为它的队列得不到资源它队列呢得不到资源了。它为什么得不到资源呢？因为这个 reduce 占用了这个资源。但是呢，这个 reduce 呢要等着你 map 任务执行完了之后。我 reduce 才能往这项目执行，但是呢，你 reduce 已经把资源给抢了，map 已经抢不到资源了，就是 map 它就会不动，动不了，因为它没有资源。但 reduce 呢，它正等着你的 map
要执行完了之后，我如六四才能执行。但是呢，你如六四呢，已经正在执行了这么多了，啊，就是这579个还等着 map 的数据了。那 map 已经停了，然后 reduce 呢还把这些资源给占了，那么这时候它就一直卡在这儿。啊，一般来说，大集群里面的一些大任务会偶尔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也不是必现的啊，也不是必现。所以说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根据上面的这个现象，可以得出导致任务出现积压的一个情况，直接原因是出现了资源分配的一个死锁，给予 reduce 阶段占用了资源。但是需要等待 map 阶段执行完成，而 map 阶段在等待资源，但是资源已经被 reduce 占用了，无法申请到，因此无法执行。那么大量任务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集群中绝大部分资源都被 reduce 的形式占用了，而 map 阶段分到的资源就很少。那么 map reduce 任务在执行时分为 map 和 reduce 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申请量的 container。是吧？就说刚才我们讲的啊，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里啊，这个 container 啊，我们刚才是拿 Flink 的例子讲，是吧？有 job manager、task manager， 其实在 yarn 里面呢，它的 container 里面你可以运行 map 的任务、task 的任务、spark 的任务啊，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两个阶段都会申请 yarn 的 container， 在并且运行，并且在 yarn 并不区分你是 map 的 container 还是 reduce， 只要申请资源会一视同仁，对吧？ reduce 阶段会需要获取 map 阶段的输出，从而继续往下执行。啊，比如说呢，你 reduce 阶段呢要获取 map 阶段的输出，往继续往下执行，但是呢 map 阶段的资源已经被 reduce 给占用了。好，我们开始调这个参数啊，调这个参数，设定比例是吧？假如设置为 0.8 啊，目前集群资源是目前集群设置就设置为 0.8， 则 map 阶段完成 80% 后 reduce 阶段就开始申请在那占用资源。啊，提前启动 reduce 的好处是什么呀？可以尽早的申请到资源，然后 reduce 首先从已完成的 map 任务中拷贝数据。啊 ，map 呢同时执行啊，从而加快整体任务的一个执行啊。然后这个假定呢，在集群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集群中存在大量的任务同时进行，其中不少的任务都需要启动大量的 map 任务或者就可以了。集群总体的资源使用率已经非常高，没有很多的剩余资源啊。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呢，就有可能出现资源死锁的情况。由于大量的任务同时运行，并且其中不少的任务都有大量的 map 任务和 reduce 任务，当 map 任务完成了一定比例之后啊，然后就开始启动 reduce 任务。 reduce 任务启动之后占用了资源，但是 map 还没有结束，集群整体的资源使用率就非常高啊，没有很多的剩余资源，map 阶段分配不到足够的内存，只能非常缓慢的运行，或者说甚至分配不到资源，直接不运行。那么整个任务停滞了啊，但是呢也并不超时啊。另一个加剧该现象的原因是因为目前资源队列中的资源设定中，每个资源池的最小占比设置都比较大，总和已经超过了几个，就是说，你给很多个队列分配资源的时候呢，你分配的这个最小的资源都比较大，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总和。那么设定队列的最小资源是否为了保障队列能够至少能拿到最小，不至于饿死啊，并且集群有一定的剩余资源可以供资源池之间竞争作为一个补充啊。你的最小资源，你分配给各个队列的最小资源的总和要比整个集群的资源要小，那么这时候呢，集群呢会有一些剩余资源，然后剩余资源呢，你可以供资源池之间进行竞争。但是目前的设定导致，即使集群所有的资源都无法满足每个队列的最小，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
集群的所有资源基本被使用完了，并且关键的是，所有队列都认为自己是最小资源，即使某个队列出现了资源机会的情况下，也无法从集群或者其他队列抢占部分资源来补充。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那啥啊，我来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对吧？大概说一下啊。首先啊，我们还看上面这个图来说。就首先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啊，就是说在一般在大规模集群里面，它会跑大量的作业，而且跑的这个作业呢还是大作业啊，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当你 map 阶段啊，就是说当你 map 阶段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reduce 阶段都已经开始了。然后呢，开始的这份 reduce 作业呢，它其实是想从已完成的 map 里面啊去数据去获取数据。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占用一部分资源啊，但是呢 map 阶段还没有跑完呢，它也需要资源。那么在资源这部分情况下呢，就可能是说 reduce 要等待 map 的完成，而 map 呢的资源又被 reduce 占了啊，导致一个资源的思索一直等啊。还有然后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再看我们队列啊，我们队列呢都没有达到最小啊，就是它呢都没有达到它最小的就是分配的一个资源啊。你看这个框有这个边框的东西啊，有这个边框的东西。那么最大资源，你看这个最大的资源是整个这个最大的资源，那么这个队列最大的资源是到这儿啊，这个是到这儿。那么其中呢还有最小资源，最小资源啊，你看它也没用到最小资源，它也没有都没有用到最小。那么这时候呢，即使呢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么比如说这个队列它没有达到最小的资源，那么他想去抢别人的，但是别人同时呢也没有达到最小，所以说他根本就不会触发这种资源的一个抢占啊，他不会触发资源的一个抢占，所以说呢他抢不了别人的，别人也抢不了他的，就在这里。今天可能讲完了啊。好，怎么解决呢？解决方案啊，你可以设置为一啊，设置为一之后，也就是需要等待 map 阶段都完成之后才能申请并启动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就是占用资源 map 分布的情况。通过 CM 你可以设置它为一啊，同时设定就是个数600，这个值偏大改为40，这个你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啊，大家把这个设置为啊，参数设置参数就行了，是吧？那么重新调整资源值的设定，重新调整各资源值最小资源、最大资源乃至并发任务数，建议调整所有资源值的最小资源为集群资源的 60%， 最大资源为集群资源的 100%， 就是你的最小资源呢最好加所有的加起来是集群资源的 60%、啊、你不要超过集群的 60%、啊、这样就 OK 了。然后这里呢，你可以进行一个整体的修改。同时呢，这里还把 Node Manager 的资源会调大了。那比较繁忙的时候，然后呢 ，Node Manager 可以再调大一点啊，两个数据比较少。在我们这个样调参的时候也提过这个问题。好，慢作业啊。好，在这个集群中存在部分任务执行较慢，那么这些任务呢都是比较长的 half circle， 那么处理的数据量呢并不是很大啊，在几个 G 左右，但是运行时间很长，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
那经过分析呢，这些任务的慢排阶段其实运行的很快，十几秒就结束了。慢主要发生在 reduce 阶段，那么 reduce 呢需要花费几十分钟才能完成。查看 reduce 的阶段日志，发现 reduce 写出了大量的日志，约有1G，并且这些日志呢都是从表中获取的数据进行打印，正常 Hive 是不会输出这些日志的。那么只有应用端进行了设置才进行打印。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最有可能是使用了 Java 代码编写了 Hive 的 UDF，在 UDF 中进行了打印，并且 Hive Server 中使用了这个 UDF，然后打印的这些日志，并于生产侧扣中确认使用了 UDF，应用正在确认相关代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最终呢，就是说它在这个UDF 里面做了打印比如说你这个数据有100万行，这个打印100万个日志这个是有问题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导致 map 的一个失败。然后这个集群上的多个 job 执行失败，多个的 job 执行失败。那么这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定位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大部分都是访问一样的监控页面，对吧？然后呢，定位失败的 map 我们去看一下，是吧？这个你当你点进来就是说你看这里，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总共还有失败失败有5个，是吧？查看失败的 member task 看一下这个。查看每次 task 尝试的一个日志来看看这里，它有多个尝试这里还有多个尝试啥意思啊？就是你这个 task，如果你执行失败了之后，它也给你尝试5次执行，如果5次都失败了，那么它就给你杀死了，是吧？那么呢，让查看每次 task 的尝试日志。5次尝试都失败，task 最终被 Q 掉是吧？发现第3次的 task 的尝试中有一个致命的一个错误这个日志怎么看的呢？就在这里看在每次尝试里面去看在第3次看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致命错误。致命错误是什么呢？Java out of memory out of memory。内存溢出了。那么确认默认原因，JVM 对量过小，导致 job 进行失败。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内存过小调大内存就行。那么解决办法呢？可以调整 JVM 的堆栈大小可以调整在 JVM 中的，但是目前没有标准可供参考的 JVM，而且这种报错的频率不高，所以说只能建议业务方多次执行 job。或修改资源较空闲的实验范，证明这种可能。最佳方案是调大这个，最终方案是调大这个。这个参数呢，在后面我们还会遇到，我把这个调大就可以了。因为它是 map 阶段你就调这个。如果是 reduce 阶段的话，这个就。然后 Hive 执行任务中报内存不足的一个错误。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日志好，这日志在跑的过程中呢，发现有一个 out of memory，又是 out of memory，是吧？好，那么在 Hive 参数上加这个加这个，你看这里是吧？就是调大你的内存，还有 reduce shuffle 阶段并行传输数据的一个矢量数量，这里调大。还有 client 端内存情况，其实一般来说呀，这个只要你调大内存就可以，就是调大内存，调大内存关键的参数给它，放下它，但是呢，也有可以别的参数去替代它后面我会讲。好，还有 job 的一个报错，job 的一个报错，用户反馈 job 执行报错都是 job 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文件找不到，啊，文件找不到。好，我们继续看排查。怀疑没有此目录的这个权限是吧？然后呢，查看此目录权限是正常的，但并无这个日志啊。其他交易局上有文件啊，然后呢，他是添加了这个文件就 OK 了啊，这个是比较简单。他找不到，你添加上就 OK 了啊。具体这个是目录是干啥的啊，先不管是吧？所以说你会发现有的问题也没那么复杂啊，没那么复杂，能解决就行，对吧？感觉能解决就行。好，RPC 过高，对吧？来看一看啊，这个应该是，排查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啊，这个是吧？这个错误呢，就涉及到加工流程了，而且耗时比较长，耗时比较长。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在大地区，啊，任务比较多的，就是你的数据量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可以遇到啊，然后呢，小文件问题，这个什么，基于小文件问题，什么了解多支户的问题，发现这个程序在执行之余和获取文件信息，获取文件的信息需要获取文件的信息需要2到5个小时。我一开始就是这个啊，这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比如说，当你。我感觉有点画个图吧，画个图，怕我讲不清楚。我来画个图啊，他为什么要获取文件这个信息？画笔，然后呢，我应该这么画，我应该这么画，这是 HDFS，这是 NameNode。对吧？这是 DataNode，我尽量把整个流程给大家画一下，而不是局部。DataNode，还有这里呢是这个 Resource Manager RM，Resource Manager 是吧？啊，这是 NM。NM，Node Manager，NM Node Manager，NM Node Manager，银行汇报，银行汇报，然后呢，有个小朋友啊，有个小朋友就是你，让他提交他的作业，哎，我要提交作业，然后他读的目录呢是 A。A 这个目录啊，它要处理 A 这个目录上面所有的。这个 A 这个目录下面呢有很多的文件，有10万个文件啊，这样有10万个文件。那么有10万个文件，对吧？有10万个文件。然后呢，这个小人呢啊，你是吧？就是你啊。你像这个 resource manager 在提交作业的时候，啊，在申请资源之前，啊，就是申请资源之前，申请资源之前，然后呢，他会获取这10万个文件的一个信息，向谁获取呢？向那，NameNode 获取。啊，他不会访问 DataNode 的，因为这时候还不读数据，还不读数据，只是获取文件的一个信息。比如说，这个文件它的大小是多大？它有多少个 block？啊，这每一个 block 它存在于某个 DataNode 上，它就会获取这个信息。也就是说，他们对每个文件要获取这个信息，那么对于10万个文件，他要获取这个10万张文件，10万个这个文件。那获取这些信息之后，他才开始申请资源，
是那个不执行，对吧？有这个背景，对吧？这个能听明白，对吧？那这个听明白了之后，我们就接着讲。让发现这个程序在执行之余、执行之前，对吧？执行之前会获取文件的一个信息，获取文件的信息需要2到5个小时，也就这里。他获取这个文件信息的时候，花了2到5个小时。所以说这个问题的一个现象是，你提交了作业之后，发现你从这个页面上去看，啥也看不着，这个作业好像都没执行啊，这里面你就看不着啊，就这个 application 是吧？你根本看不到它有这个有这个 application 是吧？因为它还没执行呢。所以说它被卡在这里是吧？那么。然后呢，处理凌晨一点处理昨天的数据，这个日志按小时处理省份的一个数据。RPC 呢请求为31万。缺点是呢，每个小时每个省份的作业处理要把扫描当天此省份全量的一个信息，造成大量无用的 RPC。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的数据是分多个省，多个省。比如说北京省，我要处理北京省的数据。那么北京省的数据呢，它会实时的传到我们的 HBI 上来。啊，比如说每隔2分钟会传一批文件上啊，比如零点传了这么多，到了1点的时候，我们的程序会处理这个数据。那么这个一点的文件会上传，到了2点的时候，它也会处理数据。不过这2点处理的数据呢，是0点加1点的时候，2点的时候呢处理0点和1点的数据。那么2点的数据呢，它还会再上传。那么在3点10分的时候，那我们的程序呢会处理0点、1点、2点的。当3点的数据呢还在上传的时候，当你4点10分的时候，这个作业会处理0点、1点、2点、3点。当你到了23点的时候啊，你的任务会处理0点、1点、2点、3点、4点、5点、6点、7点、8点、9点、10点、12点、13点，这么多，你就处理一天的数据。感觉是不是不合理啊？你两点呢，你只处理2点就可以了，3点呢只处理3点就可以了，4点的数据只处理4点就可以了。你这4点的数据为什么还要处理1点、0点、1点、2点、3点的数据，是吧？那么所以说，越到后面，他请求的文件数会越多，他请求的文件数会越多。那么当你请求的文件数多的时候，他要获取这个文件每一个文件的一个信息，导致你会请求几十万个文件的一个信息，导致 no 的响应不过来了，啊，响应不过来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不是集群的问题，是你加工逻辑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出来呢？一个是看日志，一个是说我们要啊，一个是说看日志，一个是说我们前面讲的我们的巡检的时候是吧，我们看上了。看了什么？我们巡检的时候看这里啊，检查的时候能不能对吧？这里巡检啊，对列对吧？对列长度是不是过大？你的对列长度会很大，然后处理时间呢？对列和处理时间啊，对列过长，处理时间呢又有延迟啊，从这两个指标你都能看看啊，当时我们那个指标确实这里会比较严重。然后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是说你打一条命令，好几秒钟才响应，啊，这时候呢就是什么 RPC 的一个，是吧 ？RPC 过高啊，就是说我这个作业请求了大量的这种文件，是吧？
后来呢，我们采用的是巴斯均匀实时采集制热文件，那目前是增量获取，增量啊，就是说呢，我只处理那增量的文件啊，你不是新增的文件量吗？我只扫描那增量的文件，会扫前面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照宝输入目录有31万个文件，这个任务读取整个文件夹，其中的1.4万个文件。如下截图是这个 job 的 RPC 请求有31万，从日志上看，每秒钟并发十几次到14，耗时3.5个小时。并发度太低的原因是因为 RPC 请求作用堆积的很多个请求。从这个日志可以看到，这个每秒钟呢。这里这个图可能有点不全。每秒钟呢，它处理的这个文件啊，并不是很多啊。这里可能这个图没有写全啊。反正现象就是说呢，每秒钟才有十几个或者几十个文件啊，并发度太低，堆积了很多情啊。然后这里啊。23点到今天凌晨2点 ,RPC 队列累积请求长度较高。啊，看一下。啊，这种队列对吧，你看有的时候最大的时候堆积了9000啊，平均堆积的也得有2000啊，差不多1-2000的一个左右，这种一个这样队列啊，就是1000个的排队啊，1000个的排队。然后昨天的凌晨 ,RPC 平均请求时长呢有些偏高，偏高，可以看到有的时候会到了4秒，对吧？会到了4秒啊，会有一些波动啊，会有些波动。然后垃圾回收啊，垃圾回收这里看一下，垃圾回收它这个是多长时间？12个小时，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这个初筛由原来的 阿玛 改成 Sparse Union 实时采集，这样子协助改造成 Sparse Union 的数据直接输出到对应的目录生成的目录方向。对的啊，就说呢，我们通过 Sparse Union 增量的去获取我们的文件，对吧？那么就说。在我们有了这个解决方案之前，你首先应该定位问题，是吧？到底是什么问题能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找到原因之后，你才能定解决方案。只要有了原因之后，你再定解决方案就好说了，对吧？你是增量啊就可以了。这时候你要分析各种日志，看各种指标，然后还要就是看程序的日志，看各种日志去做一些排查。行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问题更大啊，这个问题更大是我在排查的时候有史以来这个排查的最久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看大家什么问题，你可以发在 QQ 群里啊。
好的，同学们，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吧。啊，这个老师得去打车了啊。哎呀，累啊！这个下午加了下午开会啊，下午开会，下午开会之后，这个开到了7点多的讲课啊。明天，哎，明天8点半要到公司，然后开一个会，好，晚上赶紧给通宵。这个我得跟这个啊，最近太忙了啊，好吧，同学们，今天到这儿啊，嗯，拜拜。